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比赛应该是最后的一场对决了哈，这是160岁、200岁跟240岁级别的压轴啊，对，40/50的接力哈，混合接力。好，也是有选手采取这种双手仰的一个动作啊，不过感觉好像这个要练有差距啊，要练哇。期间是没有动力的状态，所以那个反复的频率可能要再增快一点。而且这个动作其实我感觉还蛮可爱的，这个双手仰的动作。对，救生员训练的时候也会训练这一段。现在很快的已经有队伍来到第二棒的蛙泳了。蝶式，第三棒的蝶式，加油！蝶式真的很难啊，拼到最后一项。对，他们前面都有一些比赛，都已经在尽力在冲了，还可以再接力。手有点抬不起来了，加油！蝶式游到真的没力的时候会很痛苦，就是感觉你每一次的用力都是在增加阻力。对，身体越垂直的时候阻力会越大哦，所以反而你越没力的时候，记得把你的胸口、你的额头往下压，反而会比较好游一点。大家都会没力是正常的。好，最后的第四棒。自由式，要来做冲刺。第五道，第五水道，30秒09，率先的进入到终点。啊，这是永和陈永会在200岁级的队伍。第四道进来，3分30秒。第三道，两队160岁级的队伍也都进来了啊，3分38秒。那最后我们看到海燕招远会，也是进入到终点，240岁级。